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时间。今天呢，我们打算玩 Minecraft 的 Happy Zone 伺服器，那跟大家一起来玩各种的小游戏，没有错哦。那我们这边会开组队哦，之后会开组队，大家可以一起来加入。人体打印机这个呢，就是放方块，就是它前面会有洞，然后你要补起来，你要补这个洞，五个洞。我们之前跟巧克力阿神他们有玩过类似的小游戏。然后完成的话，就拉拉杆就可以加速，有点像俄罗斯方块的感觉哦，这样子吧，这样子吧 ，OK， 完美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不动不动，打印机 ，OK， 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居然看错了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有了吧，完美！我现在第几名啊？好好后面哦，这里吧，一二，好，对吧对吧，完美，完美完美啊！第五名，这里这里，我发现下面的可以对齐耶，上面有下面有一条线可以对齐，有速度好像越来越快，这里完美，再来，哎呦，这里这里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 ，OK， 完美，耶耶耶！再来，哦，这好长啊、哦，一二三四五五 ，OK， go， 完美，再来，再来，一二三一，一，这里，哎，这里，完美，耶、yeah ，哇，都追不上前面的人呢，哦，追不上跑马灯，不是跑马灯，车尾灯。跑马灯，对了吧？完美，追不上啊！喂，喂，喂喂，这里这里，完美，好好好，再来，一二，哇，剩五秒，五秒五秒，快快快！啊，来不及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完美啊！最后一个，哎，我第四名呢，我第四名，好啊，有决赛。我欢迎来到决赛，我到决赛了。好，这个变难了，你看这个地形变好大哦。走你，走你是什么？好，好大哦。这里这里，打掉。哦，这个要对齐。哇、哦，这好远哦，这个距离感要抓对耶。对了吧？耶，完美。哇，这个这个一二，哎，这个吧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，对了吧？完美，完美都自己说，这样吧。一二，这一条线，大概是这里。一二，飞，这里啊，对啊，可以飞，可以飞，那边内建就可以飞了，对了吧？完美，完美，加油，加油，我们第一名，同分哦，同分哦。好，哦，这个洞怎么？乱成这样，一二，然后这里，然后这里再一个三角形，诶，不对不对，三角形这里，对了吧？完美耶！哇，这个洞，一二三，一小一小一小，然后再来是空两格，一个三角，再来这里一格，哇，时间好快。速度越来越快，一、一、二、三，等下对吗？对吗？对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还在看一下，哇，这很紧张哎，要赶时间哎，这里这里这里一个洞，然后一、一、二、三，这里再来哦，中间怎么没大片？哦，我觉得我来不及了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可以，我赶上了，哇，好难哦。再来，剩五秒就来不及了啦！五秒北湖，来不及了！哎、欸，第二名呢、欸？我第二名，耶耶！这好难哦、喔。二段跳，消灭你的敌人。这是什么 ？RPG？ 这是武器，这是火箭筒、欸，哎，猪猪枪。哦哟，哦哦哦！哦
哦，如入枪，哦，救命救命，二段跳，哦，如入枪，哇哇哇，背后一堆人啊，哇，如入枪，我快死了，好近，咦，炸死了，哇，哇，背后还有一只，哦，复活了，会复活，哦，会不会死掉就没了？好，螳螂捕蝉，猪猪在后，就是看谁先打死别人这样子，加油，猪枪，哇，我死了，猪，哎，我们第二名诶，意外的还不错，猪 go， 哦，地形会破坏，哎，我一直在他背后没发现，说不定我背后也有人，炸死了。猪枪，哇，解决，这里，我们要去炸第一名的，哇，这里好乱哦，哇，被卡住了，猪，哇，好多猪，哇，这里在树上的，偷袭，哇，我没事，我死了，哼，超混乱，哎，我们第一名，我们还在第一名，加油，哎，我第一名。时间怎么还没到？我还在第一名。哎呦，哦呦，痛！小猪，哦，解决，哇！哎呦，哦，意外的第一名哎！我终于找到我的长处了。我会玩猪枪。哎，这有人。哦，他被炸下去了。哦呦，你后面，哇，被炸死了。时间快到啊！我要赢了，快点，快！你今天怎么不赶快加速？不要超越我！耶！我终于第一次有第一名的游戏了。在大炮的射击下存活啊，这个要闪大炮。大炮从哪边来啊？这里闪大炮。哦呦，啊，就这样闪，还好，还蛮慢的。啊，好像会加速。来了，有人掉下去，这位置。好，难度游戏应该还可以。光荣的死去，哎呦，越来越多，哇，这么多，哇，很嗨，哇，我还活着，哇，喂，爆炸啦，哦，第二名呢，哦，活到第二名呢，哎呦，这里也死了，凶手进来了，凶手来到一楼了，哎呦，侦探死了，侦探的功。欸，在大厅，用手在大厅。我说我现在还没有武器，我现在过去很危险。是不是那个没穿衣服的？不是，哦，是那个戴耳机的。我们插弓箭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侦探了吧？看到戴耳机的，哇，没有见识啊！有了，我有见识了。戴耳机，耳机男看到了。这个，耳机男，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中了，耶，我赢了，耶！我先赶快打个地鼠吧，打你，赶快打地鼠赚钱，打你，打地鼠赚钱。哎，怎么都没有了？哦哟。地鼠赚钱，哦，旁边好多金币哦，嘿，哇，超棒，得到五块钱，好，再玩一次就有弓箭了，可是我还来得及再玩一次吗？再玩一次我不知道会不会死，再玩一次，稍微久一点，啊，再玩一次，打地鼠赚钱，就可以拿到五块钱，可是会被杀掉的样子，打你。我怕凶手会不会在旁边等我啊？就拿着刀，然后等我玩完这样子。安妮，哎，得到哦，结束了，哎，打完地鼠就赢了，都在打地鼠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，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。